钱啊，都让我消费光了。你们俩赔小礼。这上房贷出啊？这个花店啊，快关门了，然后就剩这三朵了。好吧，别跟我废话，这月房租交了。您那容我两天。你有钱买花，没钱交房租。没钱交房租搬出去。我这不还欠着您钱呢吗？您对我的恩情啊，我都记着呢。哼，你看。 我挣的仨瓜俩枣的，那一时半会儿肯定也还不上啊。不如让我在您这儿慢慢干活，好好打工，把钱慢慢还上。您说对吧？哎，那浴缸，浴缸擦干净了，下楼堵，晚上我要用的。反正我欠你钱，我也还不上，干脆跟你搓背得了。行行行，等我玩，晚上一起。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，没有个过程吗？还要跟我一块泡澡？你可以拒绝啊。 这是你的游戏，你做主。不是你说什么意思啊？我张掖绝不是这种好色之徒，我是真的肌肉比较酸痛，我必须得泡澡了。不说了啊，抽奖。今天抽到的奖品是魅力果实，顾名思义，魅力果实使用后可获得更多异性关注，增加个人魅力。魅力果实，你们这是抽奖吗？还是给我量身定制的呀？ 怎么还不来？饿着鬼投胎呀！吃个炸鸡你能把那番茄酱吃一身？你打电话说让我等你一起。闻着那烤鸡味，我都闻了半个小时了。我就给你搓个背得了。行，等我会儿晚上一起。我要说，我擦浴缸掉进来了，你能信吗？